团队的演出之外，还有我们园区的体验设施，包括我们的祈福放天灯的活动，那加上我们园区的一个极限体验的活动，那希望呢来园区的大朋友小朋友全家大小的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年味满满的一个艺术节。那这一次石鼓文创园区也特别跟奇美博物馆联合开了一个循环的一个接驳车，那呢让大家可以非常便利的就可以畅游两个园区，那呢也期待大家过年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我们园区跟大家一起过新年。2019石鼓节诸次大吉，祝大家诸事大吉，诸事顺利。好，谢谢。团队的部分也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飞瑶族五太鼓，那相信呢石鼓节的一个粉丝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在15周年的时候呢也有跟飞瑶族五太鼓联合推出我们15周年的公演。那这一次呢五太鼓也特别准备了两首全新的曲目来这一次特别在过年期间献给我们石鼓的一个粉丝。那这一次另外两个日本团体分别是日本的 Romantic 这个团体呢，它是将日本的传统的弦乐器以及呢吹管，就是我们的那个三味线以及小笛的演奏及跟太鼓来做结合。那另外一个团体蒙的太鼓团呢，跟的演奏的曲风是非常有祭典庆祝庆贺的一个风格，那他们也常常受邀在日本的一个神社啊活动的演出，那这一次呢带来非常有年味的一个表演。那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韩国打击乐团的这个团体非常特别，它将韩国的国乐就是将它的传统四物结合了我们的茄野琴弦琴，然后以及他们的传统二弦来做一个结合。那么这一次呢也由他们的国宝级的一个古乐大师尹老师来带队参加我们这一次的石鼓节的活动。那么首先我们就邀请石鼓级乐团来为大家带来这一次石鼓节在梦堂剧场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表演曲目《天空展》。